陳健波議員。多謝主席。在我表示是否支持納入69項的議題之前，我想我們應該好好總結一下我們現在處理撥款條例的草案的方法。其實拉布的結果大家都預計到的，拉布的議員說是要爭取全民退休保障，說得很偉大，但其實人人都知道退休保障是一個複雜的問題，涉及長遠龐大的社會資源，政府亦都委託了周永新教授進行全面的研究，是需要深入討論，絕對不是拉下布叫口號就可以改變施政的程序。如果政府禁預就範，那就得人驚了。但其實拉布員都明白的，只是借這個退休保障這個項目出風頭的。主席決定剪布之後，長毛就喊咁口同大家道歉，說不能夠用拉布為老人家爭取全民的退保，這樣是充分表現出他的虛偽。因為大家可以差不多可以肯定，明年他又再來財政預算到拉布，跟住又道歉，直情當香港人是傻仔。拉布真的會拉上人，好像現在這樣，連成立創新和科技局對社會這麼好的議題都說要拉布，證明曝光對他們是最重要，市民的利益是撥在一邊的。長毛是一個迷失於自己語言藝術的人，他說的話有幾樣特點，包括屈得就屈，同埋是半真半假。什麼叫半真半假呢？即是說說話是講些不講些，真的和假的撈在一起，甚至亂地說，令人嘆為觀止。陳建波議員，我再提醒大家同事，現在只是就69個總目納入附表去辯論的，如果你對整個拉布有什麼，其實你下一節說是會比較合適的，因為如果你現在個個是離題，不在69個納入那裡說，是即是離開了今次的辯論的，好嗎？多謝主席提點。我在下一節才向大家說我覺得這個撥款條例的程序發生了什麼問題。多謝主席。